观众朋友，今日讲好么？把手看扶起来，阿面骨就好面。有人讲爱见我睇外面的走跳以后，能提供马个很多真实的快乐，因为我哋今日来宾系来自我哋嘉义鹿苗的秋风开。伊喏其实10多年前，伊开始接下鹿卡的农田以后，一路真系睇鹿卡可以陪伴伊爸爸妈妈。也富养，同时以几块田，慢慢地种出以最幸福为的你的。我们今天马上放在节目里边，冯凯来当欣赏。冯凯你好，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哎，来自个嘉义哈鹿寮，哎，小冯凯。哎，冯凯，今天欢迎来到我们的福气来的录音哈。像这个讲是来自嘉义鹿寮嘛哈，因为可能地讲其实嘉义的行业无安多，本来无安多，啊，拢伫个种个苗栗哈啊新竹啊桃园，特别不下来的行业哦，占伫嘉义是有6-7%个。那个客家人哦，是哦，我一般来，我常常讲，譬如讲，嘉义天的可能上到如是好多人嗰度，哎，冇上到讲喺几度啊，等等，苗栗新竹嘅上前，吼，西溪啊，等等嘉义，佮几时就喺，你爸爸妈妈几时西下伊，还是讲阿公阿婆都西下伊？阿太嘅，阿太都西下伊，都西下来，嘿，而且。冇簡單，你講雖然講唔等曬下去嘉義，好其實嘉義還是好容易過到啦，哈。買青島啦，係啊，都農邊人家鹿寮算較山下，較山下，阿媽冇按山度，誒，阿都行業農邊邊將較冇按好嘅田啦，冇錯啦，都山下啊，係啊，因為好嘅地方應該都先將做啦，但是我意思是講。你这个也蛮安慰共行的哦，鹿卡有共行没？在西番鹿卡都拢爱共行啊，嘿，拢无共行哦，无其他的各种的，无像乞教爱讲过年啊，过年啊，你好过过过年，可能还没去做些时间要讲好老话，哦，但是至少提个山庄下的算是鹿寮哈，同嘛讲西西的算是西庄的哈，其实全部行业的相亲的时间。他跟人都共享吧，同时又把客家留下来的。是啊，是啊，是啊。哎，其实因为从爱喺咧是南埔，吼，从爱人强，爱人强，而睇爱的南埔客家庄哦，有些都无客家都无讲安好。从因木都哈，木都哈，伫阿太嘅时节，大厦拢爱共享啦，无共享，冇会变受理啊。真是一个重要，系陆客一天爱共享，吼，安尼生意人能真是会把客家。传下去，我说几贵多人的给面主题，因为其实我们给面看到很多的，我们算是农产品哈。嗯，当初一开始都有接爸爸的田哈，还是一开始有田外面是条路。一开始哈，在那边做条路啦，都做饼转来，先去做栽培。哦，先做栽培。做栽培，啊，过来转来都地不卡，那爸都地不卡有学着的煮的，都之前有分差拢多吼，身体无安好，所以转来老去天竺煮的，因为差咩差唔多，搁出去做，搁出去搁做姜的，应该弹簧啊，做姜的，姜的做啊。钱冇按多嘛，冇按多，因个钱卡有钱呢，都去过去调查，去调查，去调查，嘿，啊，货运过多钱啦，吼，货运卡多钱，嘿，就少啊个，搁转来接阿爸迄个种个田，都像你啊，都10多年前安尼，转来做门市咧，咁样面好像就咁样面，嘿，咱用过2-3年，咱开始种菜瓜。但是其实就起码嘅一啲原因，我不用讲，哎呀，都全部不用系贵气，应该是有讲啦，一开始系天主爸爸去协助嘅嘛。但是后来很用嘅，是真正要把货运啦，佢就全部不用下来贵气，转型去做农业，因为以前有天主个爸爸做农事嘛。加减啦，加减吼，天泽菜田嗰个菜田，菜田拢有，天种，嗰时。但是问题是你真正开始一接下去以后，你要重新学哦。重新学要啊，都去个政府啊，政府要开个种个学堂啊，都去读书来学，
啊，咁複雜啊！你要去政府嘅開嗰種農業嘅培訓班都錯嘅。係啊係啊。咁佢，我哋每年講，佢時陣應該同爸爸學如何做媽媽去政府嘅培訓班，培訓班學咯。阿爸咧種田吼，算個傳統嘅技術啦。佢比較能較傳統啊，嗬，咁去學嘅吼，落背學嘅做嚟，吼，較進步嘅技術啊。你講高科學冇咯，個形式嘅一種，一面頭都講用文式，因為我想用文式入嘅想法，對做一批嘅人來講嘅話，如果你咪講啊，做乜要花錢去做你文式，要花多錢，要唔想賺多，要揾錯。係啊係啊，啊，再嚟都係想講嗬，冇用農藥啦。唔用農藥，因出街人，即係人啊，愛做，因為扎幾多係咁樣面，哦，扎到攞拿嚟試咧，唔見唔定要出藥冇出藥嘅啊，幾多拿嚟試咧啊？哦，有陣人講出街出藥啊，去挑多出街生意咧，啊出街人都好白。但是一件事情嚇，我真係想問一下，冇用農藥一件事情嚇，爸爸一開始有同意冇？同事嘛，要看天然都规间嘞，拢种的啦。对啊，你都看到哦，规间拢种的，讲，讲爱出农药，阿爸都拢出偏偏嘞，阿妈有人讲哦，那一罐农药哦，你罐用下真好用，啊，坚持哦，唔好用农药，用来即个生意得多先都好白啊，哦。係啊，唔錯，因為其實我哋講佢是算是有機嘅栽培佢是嗬，尤其對我哋傳統嘅農業嚟講嘅話，我哋以前咧老一批嘅都習慣用農藥啦，嚇，因為慢慢講而家唔錯，只是講我哋過生人工，嚇，過生死啊，嚇，因為真係冇可能一下冇殺哦，佢從嘅鬼田嘅全部是香香，係啊，但是而家我想講個阿莎莎咪過去夾下，咁你喺差唔多一多年以後，爸爸能接觸到佢用一種有機嘅方法，冇得講温室嘅方法去做嘅。佢差唔多三年過啦，三年過嗬，佢都肯認同人哋做嘅事啦，因為漸漸嘅啲進步嗬，只不過佢看到人哋嘅成就啦，嗬，啊，佢都感覺唔會哦，做人哋乜唔會諗，唔會輸人要出藥嘅，嘿。佢嗰時即係一開始接嘅時間，爸爸最主要做嘅係乜嘅農作物啊？佢最保守。保守，叫做种保守，嘿，佮我们安尼较省工啦，咁都安麻烦啦，安做咧啊，咁样咩都规个拢哎都咪滴个，个规件咧啊，规件拢滴个，冇错，系个骨，我哋讲骨腰嘅东西啦，嘿，骨腰其实保守，如果其实种下以后，第二如果开始产笋嘅时候，其实如果好照顾嘅，嗰种以前全部系种保守，佮差唔多拢种保守，全部种保守，佮后来我打算去变成种干嘛面咯。按多做物地方，你主要托到入来干嘛面来做？咩面算嘅经济价值较高，哦，经济价值高，等于如果以除为一般咧，我哋食用以外，以外其他嘅一种算是变形咧，伊的使用系咪？诶，妈咪来做咁样咩干啦，吼，阿妈咪做嘅饮料，诶，饮啊咧，咁样咩？咁等于讲，你介意录料嘅片嘅气候，贵适合种干嘛面？干嘛咩算？乜做得中啦？啊，因個味吼，較濕，天氣較濕，較濕都偏冇會清多，啊，種嘅冇會清多，啊，因都要克服啲啊，啲環境啊。哦，冇錯，嗰時人頭都有講到講，後來要改温室嘛，嗬，改温室最主要係因為愛種感冒面係咪？係，一開始愛來種感冒面，因為你啊，佢一皮吼清薄。哦，佢冇嘅老嘅雨水嗬，大概状态嗬，佢都会冷气，个鼻系换到会冷紧啦。系啊系啊。诶，啊同时以按以为一种水果来讲嘅话，虫啊嘛贵好。诶，虫啊嘛贵真来好。冇唔错，嗰种像一般嘅温室来讲嘅话，唔特别温室系能带雨带风带虫嘅，还是讲伊底部有温控嘅呀？温控多少啦？佢。順序要補棚，要補棚，要補棚。人冷吼，要最攞佢滾下，滾下温度都唔會差幾多。哦，唔會就係，至少個温度上面唔會講早晨暗部冇咯，早晨凍住完嚟茶幾度，因為茶幾度有時只番茄都會撇佢咯。係啊，哦，嗰種從一般來講嘅話，
发纹色的钱一块是发差不多发一多钱啊？那隔壁差不多两分梯，两分梯全部装满哦。啊，两分梯全部装满哦。嘿嘿。哦，柜台呢？纹饰厅，纹饰厅，啊，老板含油嘞，老板含油吹过来。嗯嗯嗯。底杯安尼都八个人万呢。哦，差不多呢吼。你一个都贵，你一个要两三百个。嗯，两分梯去做纹饰的吧吼，其实。真是嘛，差不多按你价钱。你说公园的钱，啊，你啊接公园咯，都材料全部装，快装装归多了。刚我请问一下，因为一般人从我归讲，做纹饰做纹饰，请问一下，做完纹饰以后，哈，伊可以干收起嘛个呀？譬如讲农药唔是撒很多，还是讲唔是，如果唔是撒的，还是讲其实还是多多少少。那喺书房吼都冇分农药嘅，诶，啊，平人做抹起不油啦，平人咧做法，有啲做法，诶，都有纹饰保护住咧，诶，都防比较防尘啦，较防尘，啊，你做嘅方式较冇影响，如果至少有啲纹饰，唔是讲重嘅应该，唔可以下都做应该，都有法度控制啊。但是多多少少我有吧，冇油。哎，俺都有法度控制。哎，从个记者，俺做太多好呀，没呀，你们俺做太多。忙着。至少我讲啊，有啲纹饰可以保护以后吼，以后要上树都上开嘛，冇按多时间，都唔是去煮农药个安尼。故说伊啲新的做法可以表外的农业的伊啲产品有新的目标的出路。休息下哦，下一段节目我哋外国精彩内容哦。翻过来，福气来耶！上台节目，我哋来自今年小凤块来同我现场，同我分享讲，伊当初很用去接下爸爸的农体，同时把农体产出新的一种感染力的一个产品。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吼，贵多位观众朋友如体想到讲，像番茄一样的东西，感染面的东西吼，除了用纹饰，可以比如说自家做一个纹饰以外，对中块是有乜个要注意的嘛？要过长滴啵呀？中开始，因较刺眼中啦，无安尼较安相安当对嘛？哦，啊，无相安当，迄刺眼中啦，无老去讲哦，种物个东西，种物个东西啊，来种来因用友善的方式来种，较唔种历摆经验都有用虫诶，虫诶咬虫诶。哦，马看到虫啊咬虫诶呀！因地杯吼，你咁样面吼，其实作物吼都有一种拍色的虫的吼，因叫粉丝，啊，其都用一种诶眼盲春香，去晾晒，其眼盲春香佮要去是粉丝，天敌的意思啦，好，佮从一种诶方法去欣赏狗诶咪，还是讲自家上到诶啊？佮农改虫，农改虫啊，今年都伫因诶虫地杯做各种诶。做示范田，好，跟以前用粉丝的时间，你很用来处理咯。用粉丝用精油，哦，用精油，精油，嘿，啊油，其实较过毛，因拢除唔到，其因除其都不比，嘿，啊比发神，佮发神起来吼，因根本咩都无效的。哦，嘿哦，这么难咯？其要带片土，其有片土，其要安尼斩果。哦，你跳都无效，一针一针都贵个都无效。哦，嘿哦，嗰等于讲，伊甚至还算是感冒面的伊个贵虫，因为的算是害虫吼，病虫嘿。可是其他用伊种，算是也袂另外伊个通，算是伊个昆虫，专门去食粉丝的一种昆虫，然后去对付伊。刚才发是用了，伊个农改虫，我成本个昆虫，然后你那些标个伢温室里边伊咪，伊都来哈，先做监测，监测啊，用 AI 的技术哈，标个一种个天罗地界，俺数计都做看到，你啊，其他地杯，俺那温室地杯要求几多，俺虫个地杯咧比安尼，俺都我记得啊，青岛俺都地个嘛，做防治。哦，喷精油，啊，
佢都差不多来嘅时间吼，佢都要冰冰嘅虫咧，分冰嘅地波，阿必去食。哦，人家会其实已经看得到地波差不多有有，给个譬如讲粉丝差不多也会分布一密度一高，佮看得到安尼东西哦。佢都有定位，一个地方，啊，存咧都用人工用冰去。六个点，六个点啊！看哪个点吼，有几多几多？一个礼拜几多无来呐？昨天用天哦照就哦，几有几多只啊？几多无拢讲？哎呦！都要提讲哦，那边有较严重，很多隔壁哦，啊做较好些着个。看你真是搞管理方了，其实够偏离啦。好、哦，像以前有以前真的是啊，看到有一堆有一条两条蓝黑的、白的，那几个啊唔错个，嗰种有虫个入来哟。但是你更加至少都可以看得到，刚看得到以后呢，你即个讲土豆放喺几种天敌，咁那冰一度无论用个冰，要身上我基本上诶农龟虫我带过来系咪？带农龟虫佢会带过来，带过来，他们讲诶，你啊诶，地杯几多诶？哈，几多冰几多诶数量啊？哦，真的哦。啊，佢哋从因隔壁管理的摆管理都唔会人，将佮只摆了崩冰差不多千个只，天一摆冰千个只，啊天一摆佮都冰差不多两三千只，因为嘿，千千啊佮买青岛嘛，粉丝嘛买青岛，按都莫比听岛，听过因的范围的，冇错，嘿，佮将个冰入去以后，伊等买提个。这个会生育下一代吗？还是讲？会差不多起来，要做些多种子哈，差不多我爱要一两年。一两年。哎，一两年。咁以这个爱种子的环境，以譬如讲要落了按岩的那，冰田那种。佮真神奇哦，佮落哦，拢冰地安尼，咁样样的叶的地坡，安看唔到。系啊，所以因爱出精油嘛，冇去送到去。哈哈哈！哦，又唔系，我又唔会上到伊。哎，咁等下你话，嗰种用天敌嘅话，都变成讲，伊喺一边都吃得食嘅嘛，是嘛？嗯，会不会你望？还是讲伊明年买个冰鞋咧咯？买个冰鞋咧？伊买个冰鞋咧？买个冰鞋咧？诶，望到啊，要想办法吼，拉去保持自己安尼温湿地步，一种嗰种诶。芝麻叶哦，芝麻叶，伊当我去，伊个算食材嘛油啦，食肉个嘛油啦，伊个在杂虫个遐啊。嘿，嘿，嘿，嘿。我说啊，伊个芝麻叶比至少不用乱，无如讲是也按你可能的话，伊如果提个片有自家伊的生态系啦。然后平常如果伊说个，按你算个粉丝。嘿，嘿，嘿，嘿。哦，啊，其实你可以神奇呢，简单呢，吃过以后，你真是发现到讲，哎。有真的有安尼功能系咪？因种因切个虫地杯吼，都有两虫嘛吼，一虫比做实验咩？一虫切个冇做实验。对照组实验组。其种因种个呢，其做实验过个个虫吼，都因亲和管理。啊，冇比做实验咩吼？啲虫都比其较冇安好，冇安静，都有感觉啦。哎，安尼几神奇呢？因为安尼真的都讲利用太自然的一种能力，好一种天敌的一种竞争了哈。用真是不用挨人唔希望的这种昆虫，好也不数量少很多，好利用天敌的方式，嘛那同时嘛唔会损害到也不自然，因为自然不能乱的呀，有的东西都会生意啊。太自然哈，都会有的种个虫诶。哎，阿弟诶。经过人把老去吸吸较多，对个，按张油发都冰地去买，真有咧数量啊！啊，其实也算好个虫，啊，起码要送安尼咁样面咯，强度嘛要送多，哎呀，按都爱控制讲，哎，其实要有合适，哦，啊，唔好量，唔好强度，唔好强度，安尼都 NOA 啦。哎，佮商业品来讲个话，像你即个讲，你即个系当初喺台南农龟虫个一个示范农场嘛吼，因为其实我想到我同台南农龟虫做一个合作。因算其实啊，咧推动个健康种苗，是，因都伫苗场出来，佮都推荐因去做咧只虫安尼。我讲有希望
哎、欸，你做咧种个本地来做试验嘛？讲好啊，用种个好。哎呀，有人搞个，来做咧好个，唔是种个好啊。嘿，因为我们台湾的农业有一个规定，算是世界的农业规定差别的地方。讲、我们有农改创业的一个机构，好，因为从农改创业会把几多一点改良的农作物，好，算是免费。教我們的農民，好，改進我們台灣全部的農業，因為其實農業的進步一件事情，其實像從我們台灣來看，把我們各種認為講，哎，本來都應該呀，但是其實從睇美國，從睇其他地方，也係技術，技術要賣錢的，係啊係啊，係可以交學費，好，冇得講以來一片，攞幾多錢能可以學到下技術，但是以台灣來講，把以前我們。譬如講強制嘅改進啊，嚇，或者啲和位嘅改進啊，全部喺農改創業開始改良，然後都開始揾他嘅農民免費去種，嚇，免費去改良啊。譬如我哋喇叭的啦，強制啦，嚇，譬如我哋啲米，尤其係米一件事情。嗰時其實台灣嘅農改創算是我哋台灣農業一啲改創業一啲機構。從頭都要講到講種係橄欖米，然後都開始種大黃瓜。喂，種乜嘢大黃瓜咯？佢較上工啦，佢較上工啦，因年田吼，佢本身嘅時間較短，佢冇變熱天啊，曬到要粉粉地去啊，係啊，啊佢啊，因從因朝鮮一米一海，雜雜嘅都出來，佢啊管理較冇咁樣樣咁麻煩，啊所以因都上工啊，你佢啊因買從乜？主要的种诶，买种都无人爱种的种诶啊，诶较重啊，诶都种的较重诶，无人爱做吼，诶较戆啊，诶都种的较重诶，较太条诶，你有人拢爱种个较西方诶，安尼。跟人意思都讲，其实夏天的时间，热天的时候种大黄瓜，诶买有种黄瓜，种黄瓜啊，干嘛不黑马个时候开始种啊？差七半年九年哦，半年九年嘞。嗰时候其实嗰时间慢慢入秋天到冬天嘞，嗰个冇暗夜的。嘿，嗰个冇暗夜。啊，不过你啊，台湾嘞天气拢蛮，爱到深夜蛮寒清夜的。我唔知，你录了几遍嘛？嘿哈。录了蛮清夜，因嗰边吼算较落立雨，立雨吼较蛮鲜艳啦，较唔会通风啦。嗰等于如果一年地播热天的时间撸大黄瓜、然后过差不多进秋冬天的时候都开始种橄榄米。嘿，对。咁你两分地橄榄米的话，你一年差不多三两一多啊？三两，按照有三的吼，三两拢冇干干年的一般个不一般的呢啦，哎呀，对。对呀、但是问题是像一种的譬如说有山有机其实贵东人应该是算是注重健康的一点人头的地方算是贵重要的产品因为重要的那些东西一定是上上色好没如果打架来色可是变成说有开始有三贵东农药的话根本都不方便因为用的色有些色不强对呀人心他不会安可是我做个 N 七个弟啊，拿到了做事啦。真是，你干咩咩去磨马田 ，N 都是得弟的呀。哎呀，都随地讲啊，你要磨马田，比了一个表磨啊嘞。我们走，我们走。可是，伊在用心去制造个伊的农产品，里边其实包含了几多个想法，还有几多技术的里边。首先，哈，我们现场给你带来几多个农产品，还有一团阿明菇，都是本款。首先，哈，我马上过来。欢迎过来，福气来耶！上节目我哋来自嘉义鹿寮嘅秀峰区来到嚟现场，同你分享讲，哎，而家嘅温室地步很用去种橄榄面，因为其实现场地步你带来几多嘅产品嘛，哈，头先我哋已经有少解讲，你即个种几多橄榄面，但是你感觉到贵地方都讲，哎，你即话会带橄榄面嘅果汁，种下嘅果汁很用大呀，系只是鲜果去打，还是讲有把伊做过无去往的加工？一种 N 的吼，根本变做新鲜的果实，用
用个种个过接机哎，打出来的都连接啦，也算连接。哎，但是问题系讲，农上个主要的产品哦，一般都卖干么面都好，怎么话不用卖果汁呢？这个上讲年年哦，啊，连到的这个产品呢，嘿，摸不着，真的摸不着。而且其实有时间的吼，各种还能出意料啊。你当然能意料的干么面哦，有时间。你我讲，贵很方便是，但是你变成搭成锅夹的时间，我都真的贵好带，我都不用一，譬如讲一些保冷袋，好，我都不用一批，好，都真的都够方便。但是有时间吼，一种锅夹都在有加水无加水，真的，加水，可一丝露滴，一丝露滴。我能讲，万个都无加水啊，我底部饭可以吃得到呢，一点一点像沙沙一样的，但是。因为我讲，头先讲玉女系咪？玉女同圣女的差别点奈？其实吼，佮皮较薄，佮较要逼啊，逼过，哦啊，圣女佮都佮佮皮较盆啊，较盆吼，佮较耐人，栽来栽去，佮唔会逼体安尼啊。佮酸土方面咯，酸土圣女较酸一点咩？哦，啊你啊较佮较甜。嘿，也冇错，我感觉到讲，也不酸土，嗰种冇圣女氨酸，但是也甜出酸果果。氨酸你也较米吼，你也搞起来食冇，嘛比开始做炸嘅吼，较酸嘅啦，较冇你氨酸。而且，佮种果干咯，我想来做果干咯。果干吼，因种你啊多氨米吼，冇好买一啲新鲜嘅果实吼，因都做买啲果干啊。好嘿啊！因为营养个，因为其实果干啊，你双方来话成本高高，同埋因为伊话伊话在加工嘛吼。但是因为人家市面上贵多果干，你会煎糖啊，好多加糖鱼糖。甜甜甜，一种个用呢新鲜的吼，果实来配果甜啦，无留其他的东西啊呢。其实盐米啊，我常常食到全部有煎糖，而且我常常话特别食到盐米的。像你睇下你有食过嗰种披萨上面咧，算是番茄冇？因为像啊，你韩国也香吼，上面还是会有应该有嗰种新鲜的嗰种干妈面的鱼，也会酸度度甜度，也会释放来话咧。也所以尤其系伊冇煎过糖，嗰时也会甜面系怪甜人咧。但是问题系像日啊做方，唔一定要一粒一粒落去破开来。佢破开来吼，佢水水分吼。按你你配吼，佮唔会配唔着啦，配唔着佢都会上古啊。佮中一般来讲方，唔会建议到讲，用个方法可以食入去，用个意思入去果干啊。常常食还是讲可以去搭配，譬如说沙拉啦，么呢？用做得啦，可能建议做某个做某个料理吼，用做得安尼来去。皮哈，安尼买，安尼先买有咧米多啦。系因为冇煎糖啊，真的会贵建议讲，各种观众朋友啊，有食沙拉嘅时间，因为其实可能贵，应该贵注重养生嘛。特别食沙拉时间，我有时会加一些果干。但是吼，其实阿明哥，我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讲，譬如讲，你今日食某个罐，尤其系外国进口嘅某个哦，某个莓果，你就注意说，你就注意看一下，伊上面一定会写讲棕榈油，冇咯，有时会加糖，有时间吼。嗰種果乾加貼到油嘅地方其實對健康唔係講安好啦。但是沖油嘅話，一路完全係真係配酒來嘅話，其實真係健康嘅。等沙拉地方其實算是一啲佢健康嘅一啲食品。但是我感覺到佢好幫佢，佢多嘅產品，我感覺到佢神奇啦。因為講你講前面咧，好比如打果架變果乾，哎呀，一阿凡可以理解哦。好幫我有吃咯。因种个呢吼，咧果树吼，因都买去上工吼，因磨料、因新鲜的来买，因出去嘛做来买的啊。嘿，条果因都要出去买啦，摆摊啊咧。因都讲哦，因要新磨买新鲜的，因买的因嘛多点加减啦。但是一果树很用啊，嘿。屯个糯米醋来做调和，系咪？咩？几多用咁样面吼，啊用糖。传统的来发到酒，啊，天一摆上个发到盐的醋。哦，安尼做啊？嘿嘿，安尼几多工呢？系啊系啊，因为有的人的做法，如月光人的水果醋的话，就真的就拿糯米醋、糯米汁加果汁去里头。哦，你用干嘛面去发的？诶，佮发用酒，用搿种的糖啦，发到酒上个发到盐，用到盐。
补处完。我会发现到讲，你专门偷跟从鬼牌做我来做呢。哎呀，你冇去做，人当人要做。嘿，应该讲，应该有鬼多鬼神的做法。你这个唔，如果偷跟从最传统，然后最难做的做法那个，因为一般的常常看到跟从啊水果吃真的如糯米吃加果酱，安尼跳跳啊，如果简单。因较上讲，哎，较天然较好啦。我们从来其实安尼较天然较好，同时咱真是按到番茄醋啦。噶，我特别的讲，怎么还有蜂蜜呢？蜂蜜因都从吹挂吼，即个爱薯粉吼，爱搞法吼，个搞法爱磨即个磨粉的啊，硬卖硬卖卖啊，啊卖卖最面又爱浸到又粉的肉。啊！你啊，肉又多，一个数量，啊，因都做嚟搞其他蜂蜜。好，味道爱粉啊，等下吹瓜有授粉，好，果然的小粉诶，小粉啊，多多少少都有蜂蜜。但是变成以每一个常规如果有的产品了。哎呀，因专卖经验的啦，哎呀，限量。你变成讲，真是有个粉的形成过后，有输到粉，有流到粉，都变成也没算是农场的一个珍贵的产品啦。哎呀，其实哎，本人识得哎，人都有好些啦，哎，冇关系都冇。哎，但是啊，你真是讲红了，你真是从这个来讲的话，你真是输到的蜂蜜都真是最天然的呢哈。没像有些人的天，外面讲嘛不纯沙头，跟有时候真的都还不纯。可是那你真是味道哎，授粉。去烧个粉的吧，系啊，甲别个丝瓜虽然也都过滴啦，因为其实过多中丝瓜吼，伊真个如果切下来做丝瓜，但问题是丝瓜水真的适合拿来洗面啦，毛茸茸。做的，哎妈做的黏啊，做的黏哦。嘿，因条哥吼，细汉吼，细汉像阿婆阿妈人吼，阿妹啊，佮讲哦，条哥以后吼冇安好，啊，侬吹瓜水都是。啊，都要退休啊！系，我们说给早期的时间，每当我们推荐的这些贵货东西，做半个保养，保湿啊。佮隔壁个方啊，都过滴啦，吼，嘛，等丝瓜落了，因为其实从一般人来讲，我方其实像鸭啦，像来这其实甜蜜果的时候，古来时候都买鸭的，因为过去的时候，譬如我们洗水果啦，吼，像米果的话，全部这种我们讲塑胶的呀，好化，讲化学物品，你都发现到，其实鸭的东西过天然，然后过安全，但是米果买唔到。可是叫做米果以古来，后米个个皮上底尾全部看牙东西。因为我讲，这个是古来台湾按多钱按发，个皮上底尾全部做牙东表牙东西，讲冇办法，米果买唔到。用唔惯嘿，但是各种的洗水果、洗毛东西，一定里也要最安全。佮像这个古来，譬如讲伊开始照顾爸爸，然后对开始学做个多更加。好，原来已经嘛发展了，按到这家位一点事业。噶，落下位其他人，比如说爸爸妈妈啦，然后甚至人家婆娘啦，一部分人的分工，很样的分工啊。分工像阿妹哈，阿妹都做包装啊。哦，其实我咁样咧先执做呢，咁样咧装备好啊。哦，好贴贴纸啊，你哈。哎呀，穿吹挂啦，佮种个大黄瓜，其实买拢包装好。哦，系。但本样做呢，其实。打标签，好，打标签，哎，佮要贴佮种价格啦，做行销呢，哎，啊，总上安都在去记，哎，啊，你应该一般来讲，人家销售管道系咩呀？条哥拢用老板摆摊呐，市集，啊，你啊，做多你啊，都搞卖场，搞卖场，哎，一般来讲，应该大部分系有合作用的卖场。五六年过来都用这家有老的超市哈啊承用啊来配合，很多搞本地安尼啊，有滴个有做点卖诶咖啡哦，加诶加霜哈都变变变，很多有好卖安尼。其实一冇简单嘞，因为吼，其实爱同我哋讲潮商合作嘅话吼，然后有自家嘅几多标准。这个标准都是 NM 东西做最好的，嘿，真是以这个为鉴量过嘛，嘿，最好的被出门，出门里个加上都老品也摆起了 ，N 都是最强的，N 看到 N 嘿，消费者看到了 N 都是比看到个个产品安尼。佮当初系以来签，还是你自家去签的？从都 N 上课哈啊。
基本美好，然后给各种超商啊，轮美好，因都天然诶无老去合作啦，因都觉得看看起来，管迄种诶卖得好啊，无啊，天然唔敢一下都跳下去啊，啊，天然本样都本样都支持讲，老去来去合作，合作向向啊看啊啦，看啊咧，诶，看不看不看。看唔会安尼，同时卖唔出嚟啊！冇唔错，系系系。咁所以从前面的节目嘅最慢啦，嗬，你即系对未来，譬如讲入去上一啲中马嘅东西，冇一样嘅发展，有乜嘅想法冇？卖看时间啦，因为时间嗬，你爱看行到哪，人都批行到哪啊，系啊，冇话都讲，人都上去比嘅沙飞较跳是冇可能啦。咁要上到讲，譬如讲把其他嘅囤其他嘅，你看我合方就变成一个合作社啦。冇如讲把自家嘅中嘅范围个睇，有咩想法冇？有咩期望冇？有上过啦，啊唔过因量上量技术添啦，冇话都管理安多。啊，唔爱批合千多人，唔爱人千批合二，真不成功啦。哦，因为感觉你爱唔够本来。哦，前暗少，佢都冇嘅。哦，上法不强强，哦，真有法都有批合啦。冇唔错，佢较开心。施工人前味道，哎，照顾爸爸即下即家嘅农田，要铺一铺啊，等你放开，咪行出伊即家，属于农场嘅一条路。前面各位感想啊，都放开，都欣赏，分享安度安全赛故事。感谢主持人，哦，感谢观众朋友。休息下啵，都听下你欣赏来，听下运通哦。我肯福气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听赞，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